哎呀，我以为要秒了呢。算了吧，凑合玩吧。有血吗？有血，有血，多兰顿吧。谢谢满天火，铁男无敌了。我不跟他打不就行了吗？我可以不跟他打呀。兄弟们，这把靠你们了，我已经不行了。这把靠下路吧。哎，下路是补位的，也不行啊这。哎呀，我最多跟这铁男打个五五开。你们可以这个查一查啊、哦，我打了能有300盘，没有一把对面出现铁男的局儿，因为我全给办了。这玩意儿老恶心了。好好补啊！15刀、19刀，哎，可以接受。他比我多了80点经验，80点经验，一个小兵多少啊？俩兵嘛，俩兵经验。你看这。到底打不打？怂个屁呀！蓝林汉的国服第一猴还怕个铁男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操！
吓得我针眼儿都给我掉地上了。哎呀，蓝脸汉呐，不是升级了，我加了个血瓶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血瓶刚好加了60点血。你想，哎呦我的针眼儿啊 ，A 吧，一、二、三，卡一个，哎，气死你，不给你，我感觉我还能杀他。我往上溜，你们这不都要玩完吗？起飞了呀！没想到啊！哎呀，我大个铁男居然能打成这种样子！太狠了，蓝脸汉！要反甲了，反甲就反甲吧，没事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这波没大招，一会儿再打。趁他没出小反甲之前啊，再杀他一次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처형되었습니다不过如此，哎，不堪一击。无敌了！哎呀，还有一分钟啊，我们再杀他一次，他出护臂了。nice 啊，兄弟！
没事，一个妖精而已，不足为惧。哎！呀，他咋不闪了呢？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上回不也这样的吗？刚有个车没补着，这车补着，燃烧宝石了，难的。呀，我500了，要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哎呀，要啥时候500了呢？这有点奇怪了啊。这个我就不要了啊！我要再要人头，我觉得有点过分了，稍微。这差不多了，不要了。这500的装备怎么这么次呢？感觉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救命啊！哎，哎，我操！这也行？这也行啊？还得隔墙打的呀？我死了，我给谁的人头了？这是的后辈啊 KT 给杀了啊、哦、被铁男给杀了、妖精是发病了，这妖精
铁男没到，漂亮！你也太菜了，你满血让人两罐血杀了。 灯笼啊！快走！别杀的潘神！我不能捡灯笼了，一换一可以接受这波。走！快走！咱俩在高地上回城啊！ 这里头还有个眼儿，这波我们想一想，到底是杀谁啊？最好还是杀寒冰，假装往上走，其实不严，往这边来啊！就杀这挖掘机了，杀挖掘机我们就可以拿龙。 这队友，先把上路的这个线给他推过去。潘森可能要飞我。 他咋这么嚣刚呢？他嚣刚什么呀？他凭啥嚣刚啊？我操你猴子！我放你一马，给我气完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太嚣刚了！他这一个没有闪的铁男，他在这晃晃悠悠，我有个红 buff 的猴，你咋的呀？ 嗯，你咋的？你跟我说你怎么的？我也就是想忍一忍，真的。装备不比我差，你知道他差我几级？他刚才差我2级，他10级，我12级。他在我这附近晃晃悠悠的，就即使挖掘机马上要来吧，刚才他也不应该这么嚣张。
太嚣张了，真的太嚣张了，纯粹是嚣张。往回勾，哎呦，这潘森不走位，你先把塔收了。我有听，那也是啊。不要害怕，我有传送，这不用害怕啊。太嚣张了啊！太嚣张了你！太嚣张了你是！你老了的！兄弟，不行了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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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我们家新的了，闪走了。其实我知道他有闪，我要是被他推走了，肯定是杀不了。而且我知道他有闪。你老关我干什么玩意儿？这就是一个人不能拿太多银头，知道吧？你要拿太多银头，那你不出那个水银饰带，然后那铁男过来关你，你就没办法。啊！哇靠，这也太亏了，这啊不亏，哎呦我操，不亏，难死啊，锤死，这是有病吗？哎呦我，哇这锤死，哎呦这锤死，哎呦这锤石，谁玩的锤石啊，太猛了锤石。SUP 不能夸，一夸就容易就是膨胀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夸。一夸就膨胀，不能夸。
锤石死了，艾瑟死了。他不敢动你，没事，我在旁边呢。走吧。不是铁男回回关我是不是不应该进去跟他开大？我觉得，我下回我进去我不开大，我就跑。我等结束了以后，然后我再大他们家人，是不是？买水银不合适啊，你知道水银多少钱？1300块钱呢。我买个大剑好不好？买这玩意儿呢？ADC 怎么不出那个飓风啊？这潘森什么意思？我有点没太看明白这个潘森到底想干嘛？这个潘森到底想干什么？来了，宝贝儿 ，nice， 杀的挖掘机，来打大龙，哎，这妖精要干什么？哎，杀潘森，杀潘森，杀人，杀人！哎呦我有点害怕呀。上回让这潘森抢了个龙啊。其实我们不太用怕铁男，只要队友能打赢我，其实无所谓。那铁男关就让他关去呗。你说他关我，有可能他还关假猴。我 EQR 放 W， 你他还得看着点儿。他万一关了个假猴，他就完事了，他大招也没用，他不如去关滑板鞋去，是我觉得。哎，不过也不行，他们家劣势，他关滑板鞋我不无敌了吗？我估摸着他可能都打不过滑板鞋。他给谁关进去了？辛德拉。一换一，潘森没在，那说明对面没过来抓我。锤石应该过来给我个灯，其实我觉得这锤石这一波玩的不咋地，这波锤石我得点点你了，你要过来给我个灯，兄弟就没这么多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没走过来，他走过来给我个灯，这波完美。给谁了这钱？给妖精了，也行吧，给个。其实我就450块钱，我也不值钱。我前面的赏金都让铁男给拿走了。亏吗？其实不亏的，这推塔游戏的。
呀！他应该打不死锤石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他能把锤石给打死啊？你说这英雄是不是应该把他办了？是不是恶心？他三杠十，他能把锤石给打死，锤石多肉，你们知道不？就你要是劣势，他就必干死你一个人，你说你怎么玩？我不卡你走，我为你走。锤石没魔抗吗？锤石有魔抗啊，这玩意儿不加魔抗了吗？即刻的聚合，锤石魔抗应该比我高。看一眼啊，121，我107，他还有这个呢。而且他还有控呢，锤石有控制，这都没跑了，你说是不是应该吹下路了，兄弟们？我觉得咱应该吹下了，你们觉得呢？走走走。跑开了，厉害！不追了，你不追我吧，我不追了。人杀铁男，勾他！快走啊！还搁这儿漂亮，一万拿下。拿下！哼，拿下！铁男不过如此，潇潇铁男。